各位看一下，因为天气热哦，所以最近很少去种苗行买这个菜苗来种。哦，那今天就心血来潮，我去逛一下。哦，那老板娘呢，看我那么久没去呢，哦，她就推荐我说，这个鹅白菜现在可以种。哦，那我就想说，这个气温太高，现在还能种吗？哦，她说只要你大概搭个网室哦。稍微减少一点日照，它还是可以种的，哦，所以我就跟他买了这些鹅白菜来种，哦，原本跟他买60颗了，哦，那老板娘就说看我那么久没去，哦，他就说这里就算我60颗了，后来算一算，哦，赚了4颗，哦，一颗是2块钱，好不好？不小补了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老板娘其实不能说人漂亮，但是心地善良。哦，那他还有推荐啊，这个水果小黄瓜啦，哦哦，不过他说这个雌雄同体的，哦哦，就是现在天气热，哦，他的那个雌蛙会相对少一点，不过还是可以种看看。哦，这个之后我们再来看要找个地方给他种。哦，那我刚刚大概花了半个多小时整这一块地了。那这一块地呢，哦，已经休养了两三个月了，哦，那之前我都有放一些有机质的这些杂料，哦，那随着这两三个月的腐化，哦，理论上应该是很有营养，哦，所以等一下我就把鹅白菜种在这个菜床，哦，那大概一个月就可以采收了，哦，那这一段期间我就不再添加任何的这些肥料了，哦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哦，这个炎热的七月，哦，现在七月中了，
预期到八月中都还很炎热啊，在这个条件底下，在我的这个水肥的这个菜床的管理底下，看它可以长得如何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开种了，很久没有种菜苗，有一点生疏了，不知道怎么种。不过听说这个过几天哦，台风又要来了，不过也好了，就赌它这个台风不会到台中，然后多少会下一些雨，那在下雨的情况底下哦，也许有助于菜苗的生长。那如果不幸风大雨大哦，那只能怪这一批苗的命运就是不好了。这一批苗还算蛮漂亮的，各位看啊，其实这样的苗来种是最恰当的，大概就是针叶之后的三到四叶以上。我的个人经验是，这样的栽种啊，即使天气热，只要水分足够的话，它就可以活得很好。那你如果大颗一点哦，水分稍微不足，它就会冷冷，很容易就枯死。如果太小颗呢，就很容易就被虫就被吃掉了。尤其它的菜心被虫吃掉的话，它的长势就会很畸形。所以主要我会买这一批苗，也是因为它照顾的还不错。老板娘蛮好心的，推荐这种优质的这些菜苗给我。所以各位啊，记得跟这个种苗行的老板娘关系打好一点，你就可以获得很多好处。如果生长顺利的话，这一颗苗2块钱，一个月之后它的产值就会到15到20块。这样算很好赚吗？所以你觉得这样的产值如何？你可不可以接受？你可以评估看看。不过我指的是用有机的方式种植的。那以我有机的方式栽种这个的话，一般客户可以接受价格，这一颗大概就是15到20块，正常的，正常的尺寸。其实如果各位夏天去买蔬菜觉得比较贵，不要怀疑，你要去想想，在这种大太阳底下，这些农夫其实是更辛苦，所以其实菜价稍微贵一点应该是合理的。其实夏天 A 菜类的还是可以种的，所以老板娘就说像鹅白菜啦、蜜雪白菜啦，其他 A 菜类其实是都还可以种的，各位不妨试看看。其实夏天这个时候来种菜最舒服，现在大概是下午5点多，不到5点半了，夕阳斜照，温度大概31、32，其实还蛮舒服的。种菜的好处就是你不会觉得你在种菜，因为你已经人菜一体了，人跟菜合在一起，所以你会很不自觉的就是把它种下去，但是你脑袋在想的是其他的事情。脑袋想的就是怎么不被当韭菜来割。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种菜自己来割，就不会被人家当韭菜来割。种菜是每个环节是环环相扣的，包括这个肥料啦、整地啦、土壤的性质啦、菜苗的好坏啦，还有你后续的管理等等，基本上是每个环节都是互相影响。所以有时候种菜种得好不好，
不是单一个因素造成的，有时候是很多因素造成的。就像大家最近都在讨论某一家公司，对不对？它为什么能那么伟大？因为它的制程是每一个制程是环环相扣的，别人做不好，就是它的某一个小地方出问题，就会导致整个结果就会不好。所以一样啊，做苦工啊，种菜就跟晶圆代工一样啊，都是需要做苦工的。每一道制程都要很扎实的去踹参数啊，找出最佳的这个解决方案。那当然设备也是很重要的，这个就跟你的水肥管理是一样的意思，你的整个环境会造就你菜苗的成长状况。其实农业也是高科技的一个行业，只是说以目前台湾的环境啊，场域的大小，比较少人愿意投资啊，做这种高端的这种设备来栽培这些农作物。不然如果有人愿意花心思在这一块，其实是可以有很高的产值。看这个图，其实连续种了三四年，图都还一直很黑啊。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参数抓对了，让这个参数一直保持在固定的条件，那就会让你的这个成功率、良率就会提高很多。再加上松土机打一打，土比较松哦，根发展的就会比较好。架网子啊，诚如那个老板娘讲的，架个网子，减少日照，让这个温度的影响降低一点，看它会不会长得好一点。看一下，经过台风肆虐之后的鹅白菜，目前看起来还可以啦。希望接下来几天哦，只要不出大太阳，应该可以让它慢慢活下去。看一下台风过后的情况，昨天去大卖场看了一条秋裤，大概要卖两三块钱，这里就有十几块。
算了。没有破坏。